目前65岁，就是我们64岁是在第八顺因位为啊。孕妇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列到第六优先嘛，哈，所以一定会在里面。那莫德纳这批疫苗，哈，现在在封签检验中，哈，那我们会确定数目，大概想大概就基本的大方向了，哈，讲说65岁以上，哈，那跟对孕妇也会包含在里面，哈，因为孕妇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列到第六优先嘛，哈，所以一定会在里面。那至于这相关的一些哈民间的采购。好，这些正在持续努力中。好，我们也相关的一些有密切的在开会。那目前都一切都顺利，在台湾这部分了哈。目前65岁，就是我们64岁是在第八顺位啊。那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也在外网上面公告了啦。那有关这个第八类哦，就是有关65岁到74岁的这个再往下开的部分，那我们当然会再看这几天施打的状况，再评估是否再往第八类这边开放。